在那个饭店 check in 完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吃我们到日本的第一餐，我们第一餐就要吃高级的寿司，吃到饱。然后是这个，这家是很多我们台湾人推荐的寿司吃到饱。然后它男生跟女生的价钱不一样哦，等一下就进去拍给大家看。然后它也有这种套餐式的，它菜单呢有60几种哦。我等一下因为吃爆就是海胆啊、鲑鱼软那些的，因为我非常喜欢吃鲑鱼软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进来了。然后这边呢是收师傅手握寿司哦，是那种回转寿司，所以它是高级寿司吃到饱。然后他点餐的话呢，就是用这种平板去点餐。好，我现在先来点。好，我想点推荐，对，否则是什么东西？最后一个，
是 round 一样二十个。好，开吃。那第四round我们这边有点那个味噌汤，它也是算在里面的哦。他握手是握得很紧实。哎、欸，等一下要那个。对，真的是那个师傅握的。捏得很好。这很厉害，果然好吃。各剩最后一个，我们就把它吃掉。第四 round 完成，加油加油！第五 round 我们点比较早，我们来拍个照好了。好，拍照。耶、yeah, ，最后一盘吃完了，耶、yeah, ，吃完了，耶、yeah, ，我快睡着了。总共吃多少？我吃了13000台币，耶、yeah。给蔡总付。我要拍那个。嗨，我们已经吃完了，然后，哇，超饱的，而且东西真的都非常的好吃，我们就是完全没有地雷。那我们今天一个人的花费大概是？一个人大概是4600，大概4600，而且他们能赚到，因为其实女生比较便宜，我跟他们share掉那个钱。是女生吗？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开箱影片到这里了，我分享这家店给大家，是推荐给大家，因为我们真的觉得很好吃，然后价格又便宜，而且东西又很新鲜，重点是那个师傅握的那个寿司真的很厉害，他那个手握寿司，他真的是不会散掉，然后那个。米饭的那个那叫什么？米饭的醋饭哦、啊，醋饭也是弄到恰到好处，真的是非常好吃。推荐大家来东京吃带的话，一定要来吃这一家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这帮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是姐弟日常，拜拜。叮叮叮。刚好连麦啊。对。